有，又和我玩这一套。老妈，吃饭了，来了，黑银烤鸡腿，吃了。我吃这个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我吃这个。你先来，我吃鸡腿。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这是好人心，哎，特意整。小样还想忽悠我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哇，还烫着。这鸡腿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这盘里也太香了，快烫啊！哎，别粥，等我吃完再吃，省我抢你的。啊，好啊。哇，看人肉，多嫩！嗯，这鸡腿真是又香又嫩的。啊，真香！这可蒜瓣肉，真是太满足了。不馋吗？香啊！你香，你吃吧。我等着吃我的好吃的。快拿走，我这还有好吃的。哎，肉真多。熄火了，我叫你他妈再来一个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真是太好吃了。看儿子吃的这么香，我都饿了。啊，这皮又酥又脆的。嗯，我特意给你买的，还不吃。我就等着吃我的大海鲜呢。你看看，你瞅瞅，你买多少？妈呀，看看，买这么多？那可呗，这得多贵呀！你傻呀？现在有活动，特别合适。就这一个大鸡腿，看看，这么大一个大鸡腿啊，还不到五块钱。之前你买这样一个，是不是得十块十多块钱一个，对吧？嗯。今天啊，厂家有活动。给咱们直接发12个，才59.9块，合着一个连5块都不到呢。你平时吃饭的时候，哎呦我去，你搭配一个这鸡腿多香啊，多带劲啊！哎呦我的天，给你吃你还不吃呢？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下面小车了，喜欢的啊，回去再尝一尝，老香了。嗯，嗯，哎呀，我拿走，我吃我这个吧，吃呗，我走了。哎呀，龙虾呀！啊，这咋塑料的呢？妈呀，这鸡腿也没了。既然你吃大份的，我就吃这小份的吧。不对啊，拿我当猪的，让我吃那么多啊，撑死了呀。不是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这块有没有啊？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啊，真香。哎，你确定不吃这份啊？你是不是给我放半包料啊？你这玩意放整包才好吃。我这不按我口味调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放这么多啊？就两包冰淇淋，香，让你辣的齁的。哎，鸡蛋！我就说你坑我吗？哎，又一个！哎呀，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，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咋样？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好吃，你不选大份的？我就爱吃小份的。这样吧，我们这次吃的这个是白象家的火鸡面，它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光啊！它这个辣中带着一点点甜啊，面条也是这种劲道爽滑的啊，而且这个辣真的特别的过瘾，特别的好吃啊！它有好几种口味，你看看啊，如果说你能吃辣的话，你就选这个经典的火鸡拌面啊，这个辣可老够味了，老过瘾了啊！而且它还有好几种口味啊，有酸辣火鸡拌面、小龙虾拌面、奶油火鸡拌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口味啊！它这个价格现在特别的划算啊，28.9块到手这么整整的10袋啊，合着一袋划下来还不到3块钱呢。你像外面，你在外面买那个韩式的火鸡拌面，这一袋至少也要6-7块钱吧，这个就特别的划算啊！你像你在办公室啊，在宿舍啊，或者说你晚上不乐意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来点这个面条吃啊，拌点这个火鸡面，可老好吃了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呀，
吃饱了吧？饱了，哎，八吧。吃饱了，那我可吃了啊！哎，不、哎，怎么回事？别碰我啊！别抢！老头子两个蛋，儿子两个蛋，老头子两个蛋，儿子两个蛋，剩两个蛋给谁呢？都给老头子。哎呦妈，那我吃啥呀？老头子，你够吃吗？说实话，不太够。都给你爸吃了，你别吃了。妈，等，都给老爸了，那我吃啥？等着，妈请你上硬菜。啊，还有硬菜啊？好吃的都在我这，能有啥硬菜呀？小样还想忽悠我？老妈，能给我整啥硬菜啊？妈真香，看老爸吃的可真香，我都饿了。这鸡蛋一口一个，真是太满足了。老爸真是一个都不给我吃啊，以后有好吃的我也不给你。硬菜来喽、哦哎哎、我看看、哎、等你爸吃完你再吃，你爸该抢你了。哦，那行吧，这么大个儿指定没啥好吃的。有好吃我不给你吃。哎呦我的妈。妈真香啊。嗯，哎，是不是放一包香菜呀？这玩意得放两包才好吃啊！你还挺会吃的你。香菜面多放香菜才好吃。嗯，咱家这香菜面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新出的这个啊、哦，就是白象家新出的、超香的香菜面啊、哦！一上架咔咔卖爆单啊！我跟你讲。你爱吃香菜的就这个啊，老香了，怕咱一包香菜不够吃，给咱们两包香菜，这简直就是快乐翻倍啊。面条啊还是那种筋道爽滑的面条，搭配上那个辣牛肉汤底，我跟你讲别提多好吃了啊。喜欢香菜的一定要不要错过啊，东西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吃的拍单尝尝。呀，吃饱了、吃饱了，吃饱了我可要吃了。我看看什么硬菜。没了还不是拴头发呀！哎呀，真硬啊！来来来，儿子吃大份的，儿媳妇你就吃小份的吧。嗯，可拉倒吧！那我要猪哪有吃那么多啊？儿子，这里有惊喜呀、啊！惊喜啊！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么没意思，帮你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嗯，妈真香！哎，你确定不吃这份啊？你是不是给我放一包这香菜呀、啊？嗯，这得放两包才好吃啊！有人，香菜面多放香菜才好吃，这才爽。鸡蛋，我就说你爷俩没安好心嘛！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扔了！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咋回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咋的呀？没鸡蛋就不吃了啊！我等你吃完，我说我吃肉，还肉呢？我看你像肉。鸡蛋都被我吃完了，还想忽悠我？妈真香！哎呀，哎，你说这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啊？这家香菜配上这个辣牛肉面，哎呦，太爽了，好吃吧？嗯，家人们啊。就是这个新出的白象家的这个香菜面啊，超香香香菜面啊，真的超级好吃，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国，它这个香菜味超级的浓郁啊，而且他怕咱们不够吃啊，给咱们特意准备了两包这个香菜包啊，它这个面啊真的是 Q 弹爽滑的啊，而且这个汤底啊就是那种辣牛肉汤底啊，就特别的好喝啊，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划算啊，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啊，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啦。哎呀，哎，吃饱啦？饱了。哎呀，吃饱了，我可要吃了。哎呦，看看老爸准备的，哇，大鸡腿，给我。